专业创新音乐人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雨，今天要跟各位介绍一把 Fender 旗下最受欢迎的木吉他，它的型号就是 CD60S。OK， 那这把吉他呢，它是属于我们传统的低筒声，所以比较不建议身形较小的人使用，因为弹起来会比较吃力。那因为是低筒声的关系，声线的话从低音到高音基本上都是蛮平均的。琴的方面呢，我们先来看板材。板材的部分，面板是使用云杉木，侧背板的话是使用桃花心木，是算吉他面相当标准的组合。纸板的话呢，是用玫瑰木。整个声线听起来的话，算是相当温暖的。内侧的部分使用 X 琴加强木条，那在琴眼的地方有做滚边处理，所以手感上面来说相当舒服啊。那 CD60S 这把琴呢，它是属于面单板的吉他，相对于合板的吉他，面单板吉他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弹奏之后，声音会来得更加好听，音色整体来说的话会比新吉他还要再更好听一些。如果你还不知道选购哪把琴的话，不要怀疑， CD60S 就是你最好的选择，快带回家吧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咯，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分享加开启小铃铛，搞起来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